我们这两天他已经都话都讲不出来，尤其今天根本就不能讲话了。他前几天有录了一个影了，对，担心的还是小孩啊，还是小孩嘛。我们也是担心小孩啊。他其实最担心就是小孩，当然也担心我们两个老的啊。不要再哭了，你哭了，我也要跟你哭了，拜托你不要哭了吧，放下，放下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跟他喊了多少次了，做得很昏虚的，不好意思了。他干嘛的？啊、谢谢你们辛苦了，我们没有心情讲话、啊、对，刚刚下去就先送到一兵的那个冷藏冷冻库，那我们交给人本去处理，刚带走了，那他们的平辈的人送他过去，我们就不便过去了。明天可能才能整理好他的灵堂，是不是？那可能后天才开始开放大家过去。我们这两天他已经都话都讲不出来，尤其今天根本就不能讲话了。他前几天有录了一个影了，对，担心的还是小孩啊，还是小孩嘛。我们也是担心小孩啊。他其实最担心就是小孩，当然也担心我们两个老的啊。不要再哭了，你哭了，我也要跟你哭了，拜托你不要哭了吧，放下，放下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已经跟他喊了多少次了，做得很昏虚的，不好意思了。